我觉得小孩子刚出生被丢到被父母亲丢到孤儿院这一种现象，其实在现在的社会来说是蛮普遍的。然后我本身觉得这个问题真正的所在就是主要第一个问题，经济问题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大的问题。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父母亲不想负责任。为什么不想负责任？因为可能他们觉得他们自由的这个时间还不够长，他们不想要有一个包袱，有一个所谓的拖油瓶